该说跟迪亚兹打的应该是比较熟了，因为去年还一起都训练过。然后说说今天的比赛吧。对，跟迪亚兹也是之前他去来中国的时候有一起训练，然后也打过一次就是队内的那种比赛，但是正式比赛就是第一次。然后也是做好了非常困难的准备吧，然后也看了一下他的录像，包括之前跟莎莎呀也是打得都非常好，然后确实也打球非常有特点，所以在技战术方面自己也是做了比较充足的准备吧。啊，今天我觉得要比之前两场打得要更好一些。然后怎么准备下一轮呢？下一轮我觉得还是首先做好自己吧，然后在自己这方面还是先也做好自己这方面吧，然后就一场一场去打就可以。开心的事情，我觉得就是和队友打打闹闹唠唠嗑，然后每天训完练回去的路上是最开心的，结束了。